本来我以为跟你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了。陈小满，疾风子业继承人。我叫柯岩，相信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都听过我的名号。你还好意思说你爱我？我们分手吧。我再敢伤害小满，我跟你没完。唯独爱上你，这并不在我的计划内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